船长，生命星球资料已收集完毕。说。老方先生，请看，基地坚实牢固，防御程度堪比星际战舰，且存储空间极大。您若买永久产权，即便有巨大的贸易需求，也不在话下。这里是仓库基地的住宅区，您若想居住，或者仓库需要助手，我们可以提供各类住宅。住宅可以随时拆卸移动，并在异地重组，用材考究，尤其是城堡系列，规格堪比 B 级战舰。您看看有没有相中的？有巨大的仓储空间，还有兼顾便携性和安全性的住宿。城堡，看来让白蓝星作为我将来和宇宙接触的中转站，十分合适。就为地球和白蓝星各留一栋吧。我想买下仓库基地的永久产权，还有两栋九层城堡。用黑龙币结算的话，是这个数吧？272万黑龙币，相当于27.2亿银蓝币啊！司长，这比咱整个仓库基地都贵不少啊！罗峰先生，您确认成交？嗯。谢谢罗峰先生，谢谢罗峰先生，谢谢，谢谢。合同已经签完了，巴巴塔。既然我们有了仓库，回地球之前我还想买些东西。购买金属组合我能理解，毕竟金属能增加金角巨兽的进化速度。可是紫光鹿只对普通人有效，对你几乎不起作用啊。我是买来给地球上的武馆高等学员喝的，每人10克，就能让他们升至学徒级一级，一吨就是10万人，10万吨足以让100亿人成为武者。你想买10万吨紫光鹿？仅凭我一个人是无法让地球人崛起的，只有每个人强大，才有这个可能。到齐，接下来就该把东西带回地球了。罗峰，出事了！这几天我还入了白蓝星的宇宙探测器，一边了解附近星域的安全情况。他发来信息，有飞船在附近高速航行，正在接近地球。布罗船长，生命星球的初步探测数据已完成。星是黑龙山帝国的一颗重要星球，它的繁华程度即使是银蓝帝国的帝都宇宙相比都要逊色百倍。而地球以前只是银蓝帝国一颗牧野星球。地球
已经解决了怪兽阻碍，将来融入宇宙必能快速进步。格局打开，罗峰，你的老师主人呼延博是一位伟大的不朽存在，囚龙星主人只是一位狱主，在主人面前连提鞋的资格都没有。收到牵引信号，飞船将会跟随牵引信号抵达停泊港。规模堪比一座大城市，而这仅仅是一座停泊港。发生一些内心的，没什么东西都要带了，应该要宇宙语。别紧张，光脑会自动同步翻译一个星际文明语言，你跟着说就是了。不过回头你还是得给我好好突击一下宇宙语，在这宇宙中说不好宇宙语会被鄙视的。阿谁阿谁阿谁先生先生、啊、你好，您的黑龙山 X81 型号飞船停泊价为每年600黑龙币。巴巴塔，你怎么没提钱的事儿？我哪来的黑龙币啊？放心，你没有，我有。拿。啊，钱乌币，一枚钱乌币可是能兑换1000黑龙币啊。不用找零了。嗯，谢谢先生。嗯，一个行星级九阶的武者，在这囚龙星却只能做一个停泊港引导员的苦差事。行星级九阶，恒星级3级，一个恒星级8级。让开让开，挡住我。哇，黑龙山 X81， 100万年前就停售的经典款古董级奢侈品啊。卡罗星人，这小胖子只有行星级3级，却带了4个恒星级保镖，看来是个大家族子弟。兄弟，你这 X81 飞船等你不想要了，转手给我怎么样？10年后，我买得起。这，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高升威帝，叫我高升就行。我叫罗峰，这黑龙飞船，我也是经过改装维修才全部搞定的，现在还舍不得卖。也对啊，罗峰兄就一个人啊，没带保镖。哎呦，流音护卫，罗峰兄真是大手笔啊。罗峰兄弟不嫌弃，我们一道走吧，我那4个保镖在，也不会有人来惹事的。
答应他，跟他一起走，麻烦事也少。好。漂亮，像极光一样。哇，风景真好。罗峰兄看来是第一次来囚龙星啊。囚龙星自古因为美景才吸引很多强者居住的，也正因为定居的强者越来越多，才会变得愈加繁华。那这些就是宇宙级域主级强者的度假别墅。好，再往上的强者就看不上这些了。不朽强者的住所往往直接就是一颗星球。一颗星球住一个人？嗯，有什么好吃惊的？主人的陨魔星不就是这样的吗？老方，那黑龙飞船你多少钱买的？我花了90亿黑龙币买下，改装维修花了20亿。兄弟，你赚了！这种老型号现在很难买到呢，110亿是你真不贵。再过10年，我老爹就答应将一颗星球攒到我名下，星球上110亿人，每年能给我赚6亿多黑龙币。凭一颗星球贷款200亿黑龙币不难。110亿人口再为他一个人赚钱。那就是囚龙城，囚龙星的中心。哇，好巨大的城池，有一种浩瀚古老的气息，让人震撼。把你的通讯编码发来了，通讯编码类似电话号码，囚龙城会对每一个来这里的智能设备发送编码。罗峰，你的通讯编号是多少？我们交换一下，方便联系。嗯，好。我刚来囚龙城，需要先去见一位长辈，我们就在这分开吧。等有空，我做东西请你吃饭。好。行星级6阶，拿卡蒙族行星级1阶，行星级6阶，行星级1阶，恒星级5阶，刀锋族这么远星系的人也来了。这囚龙城里有宇宙中各个种族的人吗？这里的外星人虽多，但主体还是人类族群。人族是宇宙6大巅峰族群之一，细分的种族极多。你们地球人也是人类大族的一个分支。从基因相似度上讲，地球人更接近人族中的猿人族群。到了。
黑龙山帝国驻囚龙星行政大厦。黑龙山帝国是囚龙星的宗主国，在宇宙中属于中等文明国度，疆域多达8000多个星系。黑龙山帝国皇帝也是一位不朽级存在，级别比主人略低。罗峰，黑龙山帝国国籍对现在的你在宇宙中活动很有帮助。流萤护卫十分昂贵，在黑龙山帝国也只有少数贵族才能享受。先生，您要加入我黑龙山帝国国籍。不知道先生之前是什么国籍，可有原国籍释放手续？无国籍。估计这年轻人是某个势力培养出来的精英，刚刚入世吧。好的，先生，请容我核实一下。请。确实从未加入过任何一个国籍，那么入籍手续可以即刻办理，手续费50黑龙币。好的，先生，请稍后，手续马上完成。这钱乌币，这么好用啊？当然，钱乌币是钱乌宇宙国通用货币，黑龙山帝国只是钱乌宇宙国的下属帝国。但凡在黑龙山帝国的属地内拿出钱乌币的人，非富即贵。先生，这是您的黑龙山帝国公民身份证件。谢谢。抓紧时间，我们还要去虚拟宇宙公司开户，购买意识感应头盔，否则你在宇宙中寸步难行。虚拟宇宙公司，一家公司有这么大的能量吗？你对宇宙五大巨无霸一无所知。听着，罗峰，前五宇宙国虽然是宇宙高等文明国度，但宇宙中真正强大的是五个巨大势力。哪五大势力？这五大势力是宇宙星河银行、宇宙第一银行、巨斧斗武场、虚拟宇宙公司、宇宙佣兵联盟。两大银行的业务跟地球银行差不多，主人给你的3个账号就是宇宙星河银行的。巨斧斗武场是全宇宙最公平的斗武场，宇宙佣兵联盟是一个松散的佣兵组织，主人也是其中的一份子。全宇宙超过99%的武者、精神念师都会加入宇宙佣兵联盟。99%，这个佣兵联盟的实力真是强得可怕。虚拟宇宙公司的强大在于它所拥有的虚拟宇宙。虚拟宇宙相当于第二宇宙，任何人只要意识进入虚拟宇宙，就能与虚拟宇宙中的其他人瞬间互通。走吧，今天还有很多事要忙呢。